现在是主打烂，我的是1987年，都是 G model 最后一个generation 了。你还会换车吗？很难讲啊，这种事情。今天是我的 dream car 来吧，明天可能不一样哎，是不是？是，所以要努力工作一点。努力工作。第一次就献给 Decade Driver。是嘞。哦。大家好，他是 Future Man 的小屁孩。我们现在看小屁孩的车。Yes。我的车现在是主打烂。嘿。你看那个 Interior。在翻新着了啊。啊，是我们现在在翻新着了。所以基本上 Interior 是空空的。然后只剩下两个 seat 给我驾车吧。你是不是给 Lawson 骗去了？唉，这种东西。好朋友是这样子哦，然后我们 body 的话，现在是做好钣金这一块东西，然后再等着去喷漆咯。喷漆的话，就会意大利去做买 interior 那一些。这两跟 Lawson 那两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他的应该是76年，是不是？他的还走着 Gabrida， 然后我的是1987年，都是 G model 最后一个generation 了。然后我的是走 fuel injector 的，所以很不一样啊，它的很 raw， 我的是比较 modernized， 比较舒服。它的 2.7， 我的 3.2， 会不会比它的暴力？它的比较暴力，它比较暴力 maybe 你讲如果驾 highway， 我的可能比较有力，可是你讲 torque 啊 raw 啊，它的是比我更够力的，因为它还是走 Gabrida， 所以你坐上去哦，真的是哇 vintage car 的感觉，我的还有一点 modern 的感觉在里面。你久了啊，买了？我十月买到现在8个月哦，哇，都还没有做完哦。8个月才做到一半，我觉得差不多到一半而已。只是修那个引擎里面罢了啊。engine 我去做应该要做事情，毕竟虽然讲说他 owner 之前很照顾这辆车，可是1987年的车到现在还是有一点东西要换的啦。会贵吗 ？maintenance 这车？贵这东西很 subjective。我这样子好了，我有 own 过一辆996嘛，996跟这两的差别是996的 parts 这些动不动就很贵，因为它 modern 的，它很多电子的东西，可是这个它的 parts 我觉得相比起来会比较便宜一点点，可是你 compare 跟 Land Cruiser 这个一定是比较贵的， so 很 subjective， at least 它 parts 还可以找到，不能 compare Land Cruiser 啦，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。so 你 compare 你讲 maintenance， 我觉得 parts 算还可以找到啊，然后价钱看你自己啦啊，有些人买 used 的，有些人买新的， forum 也有很多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种 air cool 保险好是它 community 很大，然后很多人在里面玩，所以多人玩了就会很多 part 在 market 上面流动啊什么，所以我觉得它是其中一个好处在这里。我看上次你 Land Cruiser 也是自己下手弄啊。我自己弄啊 ，Land Cruiser 那个也是骗人的，我只是跟那个阿良讲，我要参与一下，然后他就有大概教我拆那个 interior 板嘛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了啦，把这辆车我自己参与到的 part， 专业的东西还是交给专业做好啊，自己做不到了，一定我学自己，缅甸那时候换黑油啊，那一些东西不是换黑油 ，sorry， 加黑油，因为这辆它是 air cool， 可是它会。是用油来做 cooling 的，所以它会比较烧黑油一点，所以我会自己加这样子，反正是简单东西，完全不会加黑油擦掉哦。这个是什么意思 ？Type 7一个还蛮出名的 media 来的，然后他们拍的 video 是很 gang 啊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Type 7是，他是，我觉得是美国人呐、啊，我不懂他们 background 是谁吧，我觉得是美国人，可是他们 active 在日本啊，在美国、啊。这是你放的啦，这个 batch。啊，这我自己放的，这我自己放。我学好玩是，我觉得这一块好像有点放拼那样子的感觉 啊。有些人就放 2.7 啦，有些人放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暂时我是放这个，我有买了一个，也是1987的 batch。然后那个 batch 是从1987年的，我到时候我喷了去，我会放在这里，是一个金色的。应该放那个 Future Man 的 Best 而已。我觉得 Future Man 一定要 DeLorean Back to the Future 啊！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的那个 logo 要放在那边啊。天窗有漏水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试过下很多场暴雨，我放在外面它都没有漏水。大树啦，大树，大树，大树。所以这些是刚补出来的。对，就有一点生锈的地方，所以应该要做的都把它做了完去喽。Body 是一样啊、哦，你跟它的。其实是一样啊，其实一样啊，只是里面它。因为这个是 air cool 里面，应该不止 air cool， 整个911
G model 是 G body 是最生产最久了，然后所以它 came across 很多个不一样的 generation， 有 2.7 啊 3.0 然后 3.2 这样子，所以我的这个是算最比较后面的，它是比较前面一点点啊，但外面看起来是差不多一样，一点点的差别吧，一点点差别吧。你还会换车吗？很难讲啊，这种事情今天是我的 dream car 来吧，明天可能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有什么 advice 吗？给年轻人可以拥有这辆车，有什么 life advice？ advice 啊，可以买到 Porsche， 这个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来的啊，很 financial 角度来讲，它不是一个好的决定来的，可是它可以让我比较开心一点点，所以买了先不要想那么多，最喜欢就好了，我这样喜欢就好了。喜欢的背后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是，所以要努力工作一点，努力工作。OK。哇，下面还是有一层的吗？只是真的是剩下一片给我了。哇，那个年代已经有给你那种是电椅了。电椅啊，对，电椅。就这个给我按断掉。找到判嘛？可以啊，这个是可以。其实37年前的车算还在来。有电的这个真的。好 window。哇，你弱，你看门板都没有了。Pullman RS。Hello。然后1987年的车电话还可以，那是你加的吗？啊，我加的。可是那个 player 不是原装啊、哦？不是原装。我对 player 没有什么要求啦，啊，我会换一个比较符合这个的 look 啊，对，找一个比较符合这个 era 的。找回原装啊？没有到很 purely 想要100%原装啦，我还蛮理智的，我觉得我算蛮理智的，而且加这辆车不太需要听。对，啊，现在也是听不到歌呢，那个引擎声浪太大声了。听一下那个 exhaust， 毕竟花了这样多钱去买那个 exhaust 啊，然后 feel 一下那个车水。我驾到现在啊，我不用 bother to switch on 那个 radio 啦。引擎的声浪就是最好听的音乐。是 ，the box。哇哦。有没有那个年代保留下来的那种油色美诺啊，那种 two box？ 有的，我放在讲。好，我放在讲。它是放在前面的，本来。它放在一个 box， 蛮 complete 的。它就是教你啊，吃活做什么，这个要做什么样子的嘛。我觉得这本书蛮 precious 一下的，因为它是 original， 然后放到现在，看它已经开始脱色了。然后我觉得脱色那个脱的程度已经刚刚好，不要再浅了，再浅就看不到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放在家里面。前面的孔板板可以放到东西了吧？放一点。哦，很浅哦。嗯，对，新款的就很深嘛，我这个很浅嘛。还是下面有什么东西？塞带哟。应该拿掉了那个塞带呀。轻量化。有那种道理的吗？就是这样。重要啊，其实是塞带呀。大灯全部都是原装。原装。这辆车只要你肯花钱，所有东西都可以原装。到现在，它零件都可以买到的。对，我现在很注重他们的 heritage 这一块啦，他们也看到这个 market 啦，所以他们也不是笨的。现在几乎所有的 parts， 我只要有了 part number， 就找得到了。觉得是好还是这样子，就是有可能一起玩是比较爽一点的。你一个人玩，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小时候也喜欢车，可是没有玩的原因，没有人带你玩，没有人带，没有人跟我玩。一个人就这样不过瘾的。我那天才讲嘛，我们没有几个人呢去买 bucket seat 呢，4-5个人去看咯，去 try， 然后买一个 bucket seat 从早上出到晚上，那其实在 KL 不了。可是我们就去玩啊，我们就去吃东西，吃完东西了，然后我们去 maybe 逛 vintage 店啊，或者不然就是看 bucket seat 买完了就带回去，然后在店里面又在那边玩一下样子。所以我觉得玩车，我最大的乐趣是跟 friend 一起做这些事情啊。我一般朋友一起玩是不一样，驾一定是爽的，可是驾的背后，maybe 是 restore 过程啊，或者跟朋友玩，是比较那个 experience 很爽。真的，自己玩很险哦。险啊！那你的窗口也是可以这样开的？不能。这个是早期的特征来，所以如果你问老森他车有什么特别，他是比较特别。那谢谢，最前面的小 PI。Yeah。